哎，小吉，你做咗广州未啊？喂，我找到了，我在关西拍点东西。做咩？依家几点？差唔多六点半。我哋分享就快开始啦。我哋快啲翻啦。好。大家好啊！其实最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只是发了个动态，就真的有那么多粉丝来听我分享。从别的城市来广州的都有好几个。我做的分享不少，但真的被无数镜头围着拥抱合影的时候，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滋味。一如既往的，我粗制滥造了一个 PPT， 又是靠临场发挥，没错，但那就是最真实的我。一边做咖啡给大家喝，一边集体大合唱。我分享如何利用刚到广州的一下午拍出一个小短片。我讲述6年多的咖啡经历，讲述我怎么爱上拍摄 vlog， 讲述我多爱旅行，去接触不同国家的人文，讲述我有多爱天空。虽然不是说特别好看的风景照，但它非常有意义对我来说。讲述我到底有多热爱生活。讲着讲着，我就这么坐在地上。我不喜欢喊大家粉丝。我看得见每个人身上发光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散发和追求的能量。然后，我们这一期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拜拜，不用说，拜拜。